Hello， 我是 Centric 的 International Consultant Quintin。早晨啊，我今日带大家嚟睇下一个喺 Sally 屋嘅新建项目 New Build。咁佢就喺 B29 区嘅。呢、这个项目个名叫做 Florence Place。佢前身系由一间医院改建嘅。总共有46个单位啦。有租任期999年嘅公寓。仲有一个townhouse 啦 ，freehold 嘅 townhouse 啦，同埋 house 啦。每一个单位都跟车位嘅，有兴趣可以打俾我哋啊，0121-347-6116，揿一字。Hello， 我而家就大家睇下呢个单位嘅一啲嘅装修风格啊。咁你睇到啦，都係好具呢個英倫風格特色嘅一個嘅設計同埋裝修嘅，所有嘅用料咧都係非常之優質啦嚇。咁可以睇下個客廳，係啦，咁呢個就係嗰個sofa 啦，前面就可以擺電視啦。呢個就係嗰個廚房嘅一個佈局啦。咁我可以帶大家睇下呢一個bathroom 啦，個廁所。咁所有嘢都係非常之設計得好整潔啦。OK， 咁我哋可以向呢邊睇睇，我哋可以睇下我哋呢度嘅master bedroom， 都好具呢一個英倫嘅特色嘅設計嚟嘅。唔該曬。好，咁我帶大家睇埋再一個睡房啦。呢、這個睡房就你可以用嚟做一個休息室又得 ，study room 又得，甚至擺張牀都得嘅。啊，咁佢對住個景都係出面我哋一個發展項目嘅中庭啦。啊，咁每一個單位都有個車位嘅。好，我再帶大家睇下我哋呢個單位喺二樓嘅一個套房啦。啊，咁都睇得出係好寬敞嘅。OK， 咁我帶埋睇下呢個套設係點樣。咁除咗有 shower 啦，有廁所啦，同埋喺度仲有少少空間嘅。除咗好有英倫特色嘅建築之外啦，咁大部分嘅客廳咧同埋房間啦，啊，咁佢嗰個温度嘅控制咧都會可以利用呢個地板去加熱嘅。啊，咁使用起嚟就令到大家會更加舒服啦。